关心地方大小事，散播在地正能量。大家好，我是洪孟凯，欢迎您收看《希望好所在》。希望好所在，我们这礼拜又来到了，而且呢，每一个礼拜呢都是孟凯很期待的日子。除了说在空中可以跟我们所有的观众好朋友来认识跟这个相见以外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希望好所在就是秉持着要来发扬我们在地精神，以及把在地的一些文化相关事物都给推广出去。所以不管是我们文史的工作者啦，我们在地的艺文活动啦，我们的在地的艺文能量啊，或者是说像年轻返乡创业这个创业者第二代等等的，只要你有任何精彩的故事，我们希望好所在都会持续的愿意的为您来做一个宣传跟报道。而更重要的呢，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一些节目呢都持续的帮大家来做一个推广。其实常常讲是说，这个努力的人永远不会孤单啊，只要你肯努力，我们一定都是站在您的身后，帮您用最好的方式来传达给所有观众朋友们知道。好，那这个礼拜呢，又是哪些精彩的来宾跟精彩的节目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呢？我们等一下一一的来跟大家来聊聊。好，讲到我们这个地方啊，其实大家会想到，就像台湾有很多风土人文啊，都是非常的特别。尤其是像我们的淡水地区，其实淡水地区有孕育非常多这个精彩的人事物。很多的艺术家，很多的文史工作者来到淡水，就很像是感受到这个黏的土地啊，会黏人，然后呢就走不掉了，走不开了。所以说这一点也是非常特别。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也知道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住民这个来来回回，所以说有些时候没关系，先来还是慢到，反正你认同这类收宅都是在地人啦。所以今天很荣幸的为您邀请到，这是在我们淡水文化基金会我们的资深导览老师哦，这是我们赖淑玲赖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赖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是，老师我们先讲一下，因为刚刚我特别有提到是说没关系，扎来慢到都是认同在地，都是在地人。对，因为您其实不是老淡，不算是老淡水人，对不对？嗯，不算，我是淡水新埔。淡水新埔。然后其实久了之后，就他乡变故乡。是。对，这里就变成我的故乡。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我就黏在这里了。嗯，是。反而就是觉得说，这个地方比故乡还要像故乡。是是是。所以文化淡水文化基金会就是。在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下诞生的，是不是也可以请您跟观众朋友来聊一下？好，大概是这样，大概1993年，是那一年，其实我们北淡县有一条快速道路要，本来是要盖，那就会我们现在的淡水文化基金会所在是壳牌仓库，那个地方可能就会变成高速公路或是快速道路啊，而不是现在的仓库。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些地方的文史工作者，还有一些荒野保护协会，然后地方在地的商人，他们就大家就群起就成立了这个淡水文化基金会，然后也的那个壳牌仓库呢就得以保存下来，所以在我们壳牌仓库旁边，在同个时间就有三个四定古迹啊，对，壳牌仓库。然后水上机场、气象观测站，嗯哼，在同时间都被保留下来。是，所以基金会其本持着要保护我们的在地文化、历史建筑，所以我们就一直努力到现在这样。是，我这其实是算是蛮有远见的，因为1993年那个时候，当然还在萌芽阶段，因为我知道说像我们的文建会或者是说我们各地方政府文化局，其实都是在80年代、90年代才开始陆陆续续认知到说文化的重要，对，陆续的产生。那当然现在有所谓市定古迹、国定古迹等等部分，其实都是逐步因为时代的进步来累积，我们才保存了。不然你说像文化资产啊，或者说像这个古迹认定啊，真的以前可能不知道，就是啊，要建设要发展，就一下子就把它给就消失了。对对，而且像我们董事长，其实，在2002年、那时候的文建会，现在并到文化部去了。对，文化部。他其实把台湾的18个地方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潜力点。对。那我们董事长他非常非常想要
其实淡水其中是一块。嗯，那我们董事长一直很喜欢把淡水的美介绍给大家。嗯，所以我们在2014年6月，我们就到处去募款。淡水人真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有爱心。嗯，那其实那笔募款的金额，我们就导致我们街车的成立。嗯，那在本来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有。对。啊，后来因为经费经济的关系，然后我们现在是每个礼拜六一定准时开，除非说我们有上班上课补假，我们就会停止，或者台风天这样子。是。OK， 所以其实刚刚我们赖老师有特别提到了，就是我们淡水文化基金会有在做。除了说是这个艺文活动以及就是说文化的推广以外，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淡水的这个文化街车，是，对不对？是。哎，老师，您说这个文化街车是从2014年开始，六月的时候就试办这样，直到现在，对，每个礼拜六，每个礼拜六，然后早上8点，9点半第一班车，那4点半最后一班车，那大概一趟大概是50分钟，对。那其实，我算是早期我是第一届，我就上、就上去讲的导览老师，对。那我觉得我自己收获的更多，因为其实，在我们刚开始成立的时候，现在苏老就是淡水的一些在地文化工作者，像苏老师啊、谢老师啊，其实他们是这样子带着我们。一起把我们这些喇叭长大，然后就现在目前我们已经招募到第4期的志工，导览志工这样子，对对 对, 對。所以我们这样子，这个车辆等于是一趟50分钟，然后每个小时都有一班，然后也有在车上也有这个导览老师会帮我们的游客来解说。是，现在已经招募到第4期的志工，所以每一期都差不多有几位志工。不一定。其实我很感谢，我觉得我们志工真的越来越感动，而且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尤其像每一个，尤其是在地的我们的志工最远有从永和来的，永和来，对，然后我们还有住在台电、台电的，那为什么？因为有的是淡江大学毕业，是，那我们这台街车其实有进去淡大，那他们来听了我们街车之后才知道说，我在我们学校读了4年书，我不知道我们学校这么有底蕴。对，其实是整个淡水这个城市有底蕴。对。然后现在其实我们会很开心的部分是我每天都在学习。对。因为我在金融业退休的，那我之前每天早上起来我要背很多数字。后来我退休之后想说不行，我脑袋都没动。然后想，我一定要找一个可以让我很快乐的。那可以去分享的。我发现，做导览志工真的很棒。对对，然后我也收到很多很多前辈的帮忙，甚至我们就是其实大家都很愿意舍分享这样子。对对对对。其实导览志工，因为像孟凯以前是在嘉义市政府担任文化局局长啊，那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志工，我们那时候差不多200位志工，那有分导览组啊、这个解说组什么很多的组别。其中导览志工我发觉都是真的是收获是很多的。对，因为你要先吸收了解整理，你才有办法去导览跟介绍给这个游客嘛。對，所以说每一点一滴的这个增加累积其实都是你自己的一些收获能量，對對，就是自己的能量，我觉得说慢慢自己在成长。对对，那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对对对，所以每天都有收获。是。赖老师，其实您刚刚有特别提到，除了我们这个文化街车是2014年6月开始试办试营运，一直到现在，是、没有间断。除了补班补课以外，其实我们都是没有停。另外，您有特别提到一个像淡水文化基金会这边在推广，并且承办这个所谓福尔摩沙国际诗歌节。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那并且是不是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是说这个参与的人数以及规模听说越来越大了。对，在应该是这样讲，去年的国家文艺奖章得主有一个李奎贤李老师，对对，那他是我们淡水中寮立嘎的后代。对，那事实上国际诗歌节他第一届是在台南举行，那第二届那个李老师就回来淡水。其实一淡水囡仔，他从国中开始都要写
就会写诗了，嗯，就会写诗了。然后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那他很喜欢把淡水这份浪漫分享到国际去，让全世界的诗人都知道说淡水是一个很浪漫很美的城市。嗯，那在去年2018年的时候，我们是第三届。对，那第三届我们在大概有21个国家30个诗人来参加。嗯，那当然我们台湾的诗人也蛮多的，也很多。那我们会第一天我们就会带他去坐文化街车。那我们因为我们的导览志工有日语的、英语的，好，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很多学校帮忙，好像淡大的学生、真理大学都会来帮忙这样子，那就促成了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最感动的是，其实每一年的十月，真的欢迎大家到我们淡水的捷运站来，捷运公司也赞助我们。对，其实我们会贴很多的诗，然后在捷运的墙壁上。所以我觉得淡水是一个国际都市，对，那我们会希望说这个国际的城市里面，然后它有将近400年的历史。嗯，你知道吗？新北市有7个国定古迹，哦，我们淡水就有4个。哦，是，所以我们接车占一半的国定古迹，而且有30几个含市定古迹历史建筑，都是我们这些在地的地方工作者一直把它保存下来的。对，所以我们的文化街车会带大家去这4个国定古迹，会经过。对，那我觉得尤其在我刚刚有提到一个2002年那时候文件会有讲到说为什么淡水可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潜力点，他有提到一个他的文章的叙述是这样写：红毛城暨其周边历史建筑。嗯哼，那我们董事长一直很希望说这个暨其周边历史建筑除了我们真理大学那一排的含小白宫、教师会馆、马街故居、姑娘楼、牧师楼，含红毛城领事官邸，其实我们董事长一直很希望说能够把它的范围拉大、拉到我们的那个鼻头轮这边来，就是等于淡水、那个淡水捷运站的起点。嗯哼，然后一直到海关码头这一段，对，那是一个多么浪漫的地方。啊，那我常常在街车跟游客互动，都会很希望说，其实我很喜欢出国玩。对。那到了古城，我会觉得很感慨，就是说，其实人家的古城都是徒步区。嗯。对。那而且会很限制，严格限制的。因为要保护，对不对？对，你不能破坏天际线。对。但是现在淡水的天际线大概都被破坏了，但是无论它怎么破坏，我觉得淡水还是很美。但是我希望它 stop， 慢慢来，能够慢慢的。嗯哼，对，嗯，这可能是一个观念，对不对？因为可能就像我孟凯刚刚一开始讲，就是说在1980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因为台湾是在经济起飞，所以说大家会比较追求的是这个物质生活跟经济改善。改善完之后才开始思考，是说其实不能只是有物质生活，精神文明很重要，还有就是一些文化一被破坏就真的回不来了。對，所以才会开始有这个文化局文建会开始成立。那现在由文建会变成文化部，好像是这个位阶有提升，然后预算有编列提升。但是有点可惜的是，每一任的部长他喜欢什么样的文化，他可能就比较着重在那个部分。有人喜欢表演艺术，他表演艺术就比较加强；有人喜欢这个文章书写，他可能这个文章书写的部分就比较加强。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文化它是一个生活的累积啦，所以应该都是要持续的保存。赖老师，您自己刚刚有在提到是说，像福尔摩沙国际诗歌节哦，是第一届是在台南，是，但第二届、第三届。就来到第四届，等于是连三届都来到淡水。对，今年也会在淡水，欢迎一起。大概每一年的9月，对，对，台湾栾树花开始，是，对，所以会非常欢迎大家一起，到时候来我们壳牌仓库看那些诗人的作品，对，到捷运站去逛逛，对，其实淡水礼拜六、礼拜天的特产是人。好，真的很多游客，因为方便。观光客。对，但礼拜一到礼拜五，我觉得它真的适合人居住。对，像我很喜欢就站在国际诗歌节的时候，你就去
逛一下，然后看一下欣赏诗人们写的诗。嗯，对，会是非常有这个精神文明哦，精神食粮的感觉。对，但是不过为什么您觉得这个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咱们第一届是在台南，那第二、第三、第四届都在淡水。我刚刚有讲过哈、嗯，因为第一个李奎先老师是我们中寮立改郎，就是我们淡水哈、哦，然后有一些在地的连结。对、嗯，然后接下来我们董事长非常热心，对，非常热心。那其实，主持人，你刚刚有提到，其实有时候文化工作其实需要很多的 support，、就是对，好，这是那也是每一任的他们会有的他们的主要支持会不一样，嗯，所以虽然这中间很辛苦啦，我觉得基金会一直成立以来，我们都一直很辛苦，嗯，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跟董事们，嗯。好，还有一些李奎先老师的坚持，好，那我会觉得我们就是决定要这样一直走下去，嗯、对，因为爱淡水，对，爱就不怕的这样子，真的是哇，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今天赖老师他的分享哦，特别就讲到是说这个从以前到现在，我们1993年淡水文化基金会这个成立以来，然后20多个年头里面持续的在做默默的推广、奉献、努力付出，并且现在打造了2014年6月打造了这个淡水文化街车，以及我们福尔摩沙国际诗歌节都把它留在淡水，那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淡水的美、淡水好以及淡水这个能量啊、哦，嗯，是拉回来，我们再请教是赖老师哦，您本身是说您是第一届的这个文化街车的导览志工，是，对，那您自己这个文化街车的部分，它有很多个点嘛，对不对？我可不可以请教是说，像这些点，通常你的经验里面哪一些点是这个观光客可能会特别有兴趣啦，或者说会有一些发问啦，或者说大家想要特别的了解，那还有就是说像这些点来讲，我们会有适时的，因为从2014到2019这5-6年的时间，我们会有增添的那个点的这个停留时间啦，或者说我们会有增添不同的点的一些变化吗？其实应该这样讲啊，那个文化街车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大概走的就是淡水的五虎岗。对对，那五虎岗，其实五虎岗的名称由来，就是由淡江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发想。那我们都知道，200-300万年前，我们的淡水的东北方是大屯山系。嗯，那大屯山大家都它是这个休火山，那它爆发之后，曾经爆发过200-300万年前，曾经爆发，它熔岩就流到我们淡水。对，那就形成了五个岗头、就是我们这个街车走的五虎岗。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就是我们街车目前，我们有打算要往别的发展，但目前我们还是走这个五虎岗。走这五虎岗。那刚刚有提到说我得到什么，其实我分享什么，其实我会觉得我得到了更多。比如说我分享一些小故事好了。对。我曾经有带过，我们知道淡江大学里面有个艺术建筑，它叫地球村，它是杨永峰大师的作品。我曾经有带过他的秘书，所以他下车之后，他就跟我讲，讲了很多杨永峰先生的事情。那我自己就觉得很感动。那我还有碰到那个淡水阿嬷，他来搭我的街车，但是我从他的身上，他搭我街车之后，他跟我讲说，其实他是淡水文化小学，就是我们在真理街那一条，他以前是东淡水西学校，只有女生才能去读的，他是那边毕业的。他就跟我讲他小时候的事情，后来我有邀请我们大概志工3-4个专门去访问他，做一下口述历史，因为淡水阿嬷的故事真的讲都讲不完。那另外还有一个淡水阿嬷，他也带我，那个淡水阿嬷就是我们每一年10月淡水有个环境剧场，对，我们会演谁啊哄，谁啊换，对。那个阿嬷他就跟我讲说，其实他小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淡水捷运旁边有个火车吃水，对，对。那个火车吃水呢，事实上我们是早期蒸汽火车，我们走到那必须要加煤加水，火车才能继续开，对。
啊，每次火车到那边，那个阿嬷的妈妈就把她赶出来。那时候她小女生，啊，她也很开心出来，因为她可以出来玩。那她每次都跑出来做什么？她去叫她的头痛呼，因为你家没加水，那些工人已经没加好，精力加足好诶。对。她就把那些头痛呼叫叫拿回去给他们家烧煤烧水。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能量，我都是从游客身上。啊，我还碰到一个游客，他来搭过七次。哦，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基金会董事长、董事们，他们真的是到处去募款来的。那其实这样开，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街车每一班都客满。因为我们的导览老师其实每一位都非常优秀，对，真的每一位 都很用心去收集很多资料。对，嗯，那我们很希望说每一班都客满，然后游客每个人都很开心这样子。那我还有带过从新竹来的过年前、是，后来过完年之后，哎，怎么又从新竹来？因为我喜欢跟游客互动，哎，你们从哪边来？又是新竹，哎，我过年前有带过一家子，哦，对对对，他们介绍我们来搭的，哦，啊，其实听到我就觉得很感动，我想说，好康到手，嘿，不便钱啊，在地的淡水人其实很少知道这个，那因为基金会我们没有很多的钱可以去做广告，那我希望说借由这个机会，希望说跟大家讲说，其实淡水是一个将近400年历史的小城市，但是它真的底蕴很深，那如果想要体会淡水的美，其实我们每个志工都很喜欢讲故事，对，然后很喜欢分享，对，有的游客下车之后就跟我们志工在聊天，都大家都互动得很开心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来担任这个志工也算是一种交朋友，也算是把我们了解。其实交朋友就是这样，你知道什么事情你就是分享嘛，你跟我说，我跟你说，也许有些时候这个参与导览的这个游客，他们也各行各业的精英也都有，对，他们也可以有一些回馈。 对，所以我觉得我反而是受到的比较多，对，所以我其实蛮感谢，就是说淡水人是很有爱心的，对，而我也希望说我能够把我的爱心继续的给他发扬下去，这样发扬光大。对对对对，是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是我们淡水文化基金会我们赖水云赖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赖老师他本身是这个胆锥心布啦，那也真的感受到淡水这在地的土壤跟这个文化的底蕴哦，让它充满了能量跟充满了活力。我们看到赖老师在言谈当中这个笑容满面，都持续的这个保持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心情。最后是不是也跟赖老师请教，那淡水文化基金会目前就是有推出这个像淡水街车，也有推出这个福尔摩沙国际诗歌节持续的来办理，那短期中期之内今年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或是计划，是不是也来跟我们观众朋友再做个分享？原则上我们大概每一年会招募一次那个志工对，就是我们的导览志工，那我很希望说如果大家真的对，像我们到这个年纪退休的人最怕什么？失智。所以你要当导览志工，必须你要背东西，你要去分享，好，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大家一起来成长，对。然后基金会因为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团体，对，那基金会的所有，因为他们职员并不多，那都是职员跟我们志工一起，那我们会希望说把淡水推到国际去。那首先呢，我们要把它推到我们全台湾，对，让大家知道说其实18个世界文化遗产城市都没人做这种事情，只淡水一直在打拼，我也希望说其他城市也能够这样子。我也希望我改天哪天去别的城市玩，他们有类似这个，对，我希望是这样子，先把它推到我们全台湾去。对，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起点，好，那就是，但是绝对不是终点。我是希望是我能够到全台湾，然后让大家来知道说，其实台湾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非常有文化的地方。对，对，哇，真的感谢我们在地有一群默默努力付出奉献的人啊。
持续的为我们加油努力，并且守护文化。我真的常讲说，观今一见古，无古不成今啊！真的，我们现在拥有的生活就是过去点点滴滴的累积，所以这个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感谢您的收看，那我们希望好所在，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喽。